中国国家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件国宝级文物《陆河都运图》。这幅7米长卷，笔墨淋漓，极尽精微地描绘了清乾隆年间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漕运盛景和市井风物。天津繁华跃然纸上，河拥海抱，朝来暮往，600余载时光，不舍寸功，成就了这座城市的今昔盛景。行进中的天津，游目骋怀，金古韵味，乐在其中。乐活天津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餐开始。时间无论快慢，生活总是催促着我们阔步向前。这是巨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得更快，很多城市人的早餐都不再讲究，而天津人却从不将就。吃得好可是一天的头等大事。西关大街始于明永乐年间，600年来南来北往汇聚起的人间风味，让这里远近闻名。每天清晨，最长的队伍总是出现在煎饼果子摊前。排队的人群中，时常会有一张洋面孔，他就是乐小月，来自意大利。自从2013年来到南开大学读研，他就爱上了天津美食，尤其是煎饼果子。煎饼果子真的很好吃。我们意大利人一般不吃早饭，但是来中国以后，我发现煎饼果子真的太好吃了，我真的控制不住啊。煎饼果子，平民之计，但是也有一番精致在其中。来到了天津卫，把美食尝一尝。既是早点，也是夜宵，这些最简单的食材，在天津人看来，却可以治愈一切。抹上面酱，红辣酱，撒上葱花，不比香。撑圆面好，刮太大，葱多酱甜，卷上糖。新炸的果子酥又脆，民间小吃大名堂。吃咱一套煎。2018年，一段视频让这道寻常风味成了国际网红。我真正想自己展示一下摊煎饼果子，告诉咱的总书记说，这个是我给您制作的，您一定要尝尝，非常好吃。狗不理包子，18节麻花，耳朵眼炸糕，并称天津三绝。1892年，刘万春在北大关开办了刘记炸糕铺，铺子就在耳朵眼胡同口，于是耳朵眼炸糕流传百年。
天津的商业盛景从未落幕。正兴德、山海关汽水、老美华、盛西福、天宝楼、桂顺斋，都在古今传承中拥有了全新的机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双中心标的着新活力。自然孕育了风味，天津人也十分乐意进行再创造。不懈的辗转探索，奇思妙想的行变，用心良苦的组合。明末清初，津菜菜系逐渐自成风格。天津烤鸭店、原名同聚楼的红旗饭庄、燕春楼饭庄、红旗顺，各有绝活。增蹦鲤鱼，津菜中的传统名菜，竟是造型与鲜味的极致融合。产自本地的野生鲤鱼，保留鳞片，入锅温油烹炸，经过炊具的重塑，鱼身鳞甲闪光，昂首摆尾。糖醋酱汁倾泻而入，激荡碰撞，发出阵阵清脆声响。一炸一焦煎，激活了鱼肉的鲜嫩，酸中有甜，甜中带酸。行走在舌尖的味道，治愈着饕餮食客。食材在津门被调教得俯首贴耳，自然的馈赠转化成万千滋味，愈贴胃口，慰藉人心。有句话就叫河鲜海鲜家在天津。那其实一方面是说天津人讲究吃，讲究这个鲜字儿，那另外一点是说的是厨师的技艺精湛。天津味道，西餐怎能缺席？他早已在这里落地生根，百年有余。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大量洋商洋行纷至沓来，竞相淘金。解放北路、南北贯通从前的英法租界。150年前，这条2229米的街道上，汇集着60多家中外银行、洋行、商号，其规模密度在中国独一无二。据1936年的资料统计，天津洋行多达982家。乡愁、
总是会先从味蕾开始，于是各国餐厅纷纷涌现，各显其能。1901年，法租界中街，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北路与哈尔滨道交口处，一间近百平米的西式餐厅热闹开业了。德国人阿尔伯特·启士林既是老板也是主厨。餐厅除了供应德式、法式大菜，还自制精美的糖果和面包，名声大噪，食客盈门。1925年开始，一位取名亨利的中国青年先后在静园、张园居住了7年，他流连于启士林、利顺德，对启士林的冰淇淋和罐儿焖牛肉情有独钟。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二战期间，小白楼一带犹太商人普列西建起了一座4层小楼，名曰维克多利，取其胜利之意。1层售卖冰淇淋，2层是俄式大餐，3层、4层为公寓。当时这里是天津犹太人社交往来的高级场所，会朋友、谈生意、联络感情，则一度成为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集中投诉点。1902年，意大利首任驻天津领事费洛梯上位，利用海河清淤的废土垫平沼泽洼地，修建排水系统，兴建了意大利风格的花园住宅、俱乐部、菜市、警察局等服务设施，一片意式风情区蔚然成型。当年这里是五光十色的名利场，放映与好莱坞同步上映的电影，上演百老汇最流行的歌剧，跳动英伦最风靡的舞姿。当然意大利的红酒和冰淇淋也会照例奉上。现在这里留有100多座小洋楼，是意大利境外保存最完整的历史街区。各国美食从没有在天津缺席，而那些名人轶事、石海沟沉，则穿越了时空，为今天的浪漫和欢聚充当了所餐的背景。生活千滋百味，也百转千回。坐落在意大利风情区的民主剧院，前身叫做冬天仙，1890年建立。上世纪30年代更名天宝戏院。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北京、上海走红后，1915年首次到天津献艺，就是在冬天仙茶园。天津观众也在这里第一次见识到21岁新秀的舞台风采。天津在历史上就是全国闻名的戏曲大码头、曲艺之乡。这里是1936年竣工的中国大戏院，当时中国京剧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等各派名家不断光顾，又有评剧皇后白玉霜、
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等到此献艺。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行内趣话：唱红中国，中国唱红。只有在天津站得住脚的角儿，才能走向全国。你像单弦儿，原先是坐着唱，首先站起来的全月如，天津的老百姓非常欢迎。从那儿以后，唱单弦的才站了起来。而且第一个女子唱单弦的也是我们天津的石慧茹，王培臣的乐亭大鼓、梅花大鼓都是在天津发祥。发祥的原因就是她和时代同呼吸，在时代的进程当中来进行改革。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津曲艺团开始进驻民主剧院，马三立、常宝霆等都曾在此登台。时代曙光照耀，他们迎来了命运和艺术的新生。马三立善使贯口和文哏段子，他的相声作品构思精巧，自然诙谐，是家喻户晓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然而解放前，他却是一名饱尝艰辛的穷苦艺人。1949年天津解放，岁末除夕，他兴奋地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贴在屋里。此时，全国的戏曲曲艺改革正在从天津开始，净化表演内容和演出环境，舞台形象焕然一新，旧艺人们纷纷说新唱新。1951年春天，相声演员常宝坤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噩耗传来，马三立悲痛万分，当即请缨。1952年，他三次赴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这时候他去，他本人是很有热情，老伴儿他得考虑。那刚牺牲一个，你再去，万一要是牺牲了，咱这家谁养呢？我也就6岁吧。我妈就哭啊，我们老爷子连犹豫都不犹豫，他爱共产党，所以他是这种事儿他不怕，他坚决去。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那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什么重要？买脸盆。越着急事越痒痒，这嘛玩意儿？这打开最后这包，你一瞧，里边是什么呀？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了，打开纸条一瞧，写着俩字：挠挠。马三立，这位最早的相声改革家，称为相声泰斗。相声界也有了“无派不宗马”的说法，延续至今。在天津，爱相声、说相声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他们继承传统，也开拓创新，传递快乐，也收获快乐。我们天津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就是说一个城市的特点，往深处说，实际就是这个城市的集体人、集体性格。这个性格离不开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天津这个地方，它一定是比较开放的，表现在天津人的性格上。天津人就比较豪爽，而且天津人就是包容性就比较强，这种厚道，是吧？这种亲和，天津人的幽默，对生活的
炽烈的这种热爱。兼容并蓄的一方水土，孕育出璀璨的文化名家。杨宝森、厉慧良、张士林、丁志云、杨乃鹏、邓沐伟、王平、张幼林、孟广禄等京剧名家，周德山、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坤、常宝霆、苏文茂、刘文亨、高英培、马志明、马季、冯巩等相声名家，李润杰、王凤山、张志宽等快板名家，骆玉笙、小兰云、花无宝、花小宝、王玉宝等古曲名家。行进中的天津，开启丰饶的精神之旅，尽享文化之乐。如果一座城市拥有生命，那么它的心脏一定是中心那座最美丽的广场。这里是城市的文化客厅，也是天津人的心灵家园。自然博物馆如同优雅的天鹅，划过一片玉见琼天。40万件生物标本，铿然奏鸣地球家园38亿年来的生命交响曲。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是北疆博物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4年，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桑稚华被古旧斑斓的东方吸引，来到中国，成为大地探险者。他走遍北部中国，采集了20多万件动植物、古生物、古人类的化石标本。1928年，桑稚华在天津创建的北疆博物院正式向公众开放。瑞典王国王储、英国公主慕名而来，当时即被誉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历经百年风雨，藏品仍完整保存，闪耀着科学精神的光芒。天津是中国最早建立博物馆的城市之一，共有各类博物馆74座，公共图书馆20家，国家海洋博物馆、萨马兰奇纪念馆、最美的滨海图书馆、写意的浪花艺术馆、百年天博，是国家首批1级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20万件，图书资料20万册。充满神秘气息的玉雕，让我们听到6000年前红山先民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心声。刻铭的甲骨、青铜器，将商周时期的月相、祭祥、
金戈铁马，举重若轻于寥寥数语之中。中国人开始用婉转连绵、刚烈遒劲的汉字书写自己的心事。中华文明从祖先的心里流传到我们的指尖。宋元画境，山川悠远，雪景寒林图，历经千年仍苍热浑厚，气韵生动。团泥幻化，瓷器温润，中国人的审美意趣和哲学思考尽在其中。天津大剧院如同一枚贝壳，掩不住跳动的城市脉搏。一场场全球顶级艺术盛宴架起天津与世界的虹桥。入夜，一场户外交响音乐会绚烂开启。音乐惊动了一池秋水，随之起舞，人们沉浸其中，陶然共醉。艺术点亮了日常，温暖着生活。追逐目光，登上天塔，极望云霞，俯瞰灯火灿然，万家团圆。这座曾经的亚洲第一高塔，内部拥有目前全国最高的书店，高空257米，浩浩书香。几只猫馆长走马上任，萌翻众人。高空旋转书斋刚一开放，便迅速走红，受到年轻人的追捧，成为天津全新的文化地标。全新的城市，在过去的文化中继续叠加出新的价值。在天津 ，A 级旅游景区101家。4A 级以上35家，天津之眼摩天轮，古文化街，五大道，欢乐谷，小站练兵园，杨柳青古镇，大沽口炮台，冀州溶洞，金沽韵味，乐在其中。行走天津，赏心悦目，其乐无穷。四季轮转，时刻精彩。在天津，春天的仪式感是从桃花堤开始的。丽日融融，与亲友结伴而游，赏一树一树的花开，是闲适而欢乐的时光。朗朗夏日，基辅号航母已等待多时。登上一艘航母是许多人的梦想，在这里，人们和这个庞然大物零距离接触，
享受着美梦成真的快乐。一片金色的沙滩是海边的标配。早先，天津全长153公里的海岸线几乎全部由淤泥组成。后来，人们找到了心仪的细沙，铺出了这片梦想的金环。极致的体验感是俘获游客的法宝。放声尖叫，享受速度与激情。置身极地海洋馆绚丽的海底隧道，看白鲸起舞，企鹅盘山，与海豚零距离。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一时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告别喧嚣，放慢脚步。忙碌的人们来到冀州山林，寻得片刻宁静，把诗意装进身体。山峰更是色彩搭配的高手，什么时间将层峦吹绿，什么时间把山林染黄。悦纳岁月，静观天地，是自然留给我们的功课。一座山围起一个村庄，坐拥8亿年地质时延，村民们因时而生，因时而居，因时而乐。隐居的村落如同璞玉未经雕琢，无意间满足了人们对于世外桃源的想象。曾经擅长开山采石的村民们，如今从石头中挖掘出了新价值。村里的老宅纷纷变身高端民宿，成就了一个网红村。夕阳中，两棵银杏树相依而立，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到深秋，这对夫妻树都会被拍成照片和短视频刷屏网络，不少游客慕名远道而来。其实我跟天津的结缘呢，是因为前几年我们做影视公司，然后把公司注册在滨海，这样我们就经常要往返于天津跟北京之间，然后由此我们对天津的理解就越来越多了。到冀州之后发现它跟我们印象中好像也完全不一样，这边的山山水水确实非常的漂亮，我们不单单能感受到这边的绿水青山，而且我们也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种现代化的气息。聂大森是一位独立制片人。2021年，他与妻子一起从江西来到天津，落脚在冀州罗庄子镇，开办了民宿剑青山。现在，他们的第二家民宿也已经开门纳客。古老的村庄里，越来越多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归园天居，汇聚起新生的力量。田园之乐与乡村振兴同享同行，共走时代凯歌。工作之余，聂大森还会拿起相机行走天津，踏寻天津之美。
越来越多的人津津乐道，共享美好。百姓好，天津好，祖国好。你好天津，记录着民生之乐的幸福瞬间。我最热爱是天津的老百姓了，因为天津人都真的特别特别热爱，我真的特别喜欢天津呢。沉醉在天津烟火气里的乐小月，毕业之后不舍得离开，他选择留在南开大学，成为了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系的首批教师。来天津八年，他收获了事业，也邂逅了爱情。此心安处是吾乡，天津早已成为了乐小月的第二故乡。乐小月一往情深，开启了一次艰难的攀登。30万字，历时一年，如同翻越一座高峰。2021年，由他翻译的译文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行》正式出版。中国声音从海河之畔传到意大利，首批图书一经发行便迅速售罄。翻译如同架桥，乐小月让更多人走到桥上，看到了真实的中国。金鼓韵味，余音绕梁，别有情怀。近者悦，远者来。600余载岁月，一代又一代人用奋斗、用拼搏铸就了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唯有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才是创造未来的力量。天津正站在非凡的起点上，与1400万的梦想一起，再起新城，奔向未来。